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东西了，也就是 YouTuber 的 impressions 了。然后现在 Bernard 伊米达就在厕所那边忙塞吧，出来了。出来你在刷牙。然后趁他在厕所那边刷牙的时候呢 ，which 很吵很吵 ，but 我会 briefly 跟你们讲怎样去玩这个东西了。所以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在上网看这一些 YouTuber 啊，或者是一些有做 video 的人啦，你们都应该知道他们的 pattern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有几位 YouTuber 的身份了，然后我们就会抽签 ，and then 看我们抽到什么，然后我们尽量演演了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猜那个人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不要买香。Basically intro 我都做完了啦。好，对对。我们就直接来抽啊。谁先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OK， 你开始先这轮。哒哒哒哒哒。哇，这个一来就是个。啥？那这怎样啊？门槛朋友，不知吧？不知吧？我想到了，用芭蕾跳绳。所以我要直接讲出来啊？对啊，你猜吗 ？Brian V 啦，这么明显。你是讲啊，你对 Brian V 有什么意见 ？Brian V 啊，我不懂，我有点想念他，他在考试时摆烂。对啊，他考试因为考试没有摆烂嘛。啊。哦，我是不怪他这样久没有看到的东西啊。嗯，很好。世上只有不知道。来，到我了。那你自己来。OK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不要看，就是我怕。这个我蹦，你懂没有啊？你试下演。可是我讲了，你应该懂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毒蟹。喂，我在。你今天呢，我就去讲广东话同你哋讲 hello。即系你讲嘅广东话真标准啊！你讲嘅广东话真标准，人家是嚟今日诶，点啊？今日我计带你哋去食菜。我广东话也是很烂了的。是咩？你都还没有讲是谁？你明显了啊，当到晒啦。真名 Chelsea。OK。kick 来太多，直接讲了那名字，到我到我，没有，我猜不到了，你只去自己讲的都对，哦，这个可以很好，要做长点，掌声又响起，又是时候要屌人了啦，最近是吗？你们看到我的娃娃的脚啊？原本是已经收山了的。又有那种装模作怪的鲁迅来，不干都不可以，可以吗？对，干能大滴啊，山里哥哥啊，对，山里哥哥也是很久没有做东西哦。是啊，你还不像脱买衣服就是。到我了，哎呀，这很容易猜这样子哎，容易啦，这样子，马来西亚就那么几个而已啊。我还想看这来呢。哇，这个我不一般呢。一讲就懂了的，是啊。哎呦，皮肤都干有了，喂，懂了是不是？林碧勇啊，你居然没有包包了。林碧勇现在他很努力的在做 video， 一个星期一个，可是他都很久没有做那个林碧勇了。到你了，还有最后 last two 吧？哎，没有，还有，忘了。哇，很老那个，容易了，我觉得挺容易啊，对，太搞笑了。OK， 认真，我想那样子我就笑啦。来，还没有演，什么来的？可以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样东西，就是关于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。女朋友这样东西，在我中学的时候就找过了，可是每一次都会被拒绝掉。做你喵王镜头。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会了。林三金。我还想听你讲这么好像这么没有意思这样的东西，是吧？人生到底是什么鬼？
没有意思，可以再讲吗？等下生气。Sorry， 紧张紧，不是，没有意思。我讲的那些东西没有意思吧？我有看里面那个你最近拍那个。我有忘镜头，我有忘镜头。哎，你演他那个。我真的有忘镜头。Sorry， 我真的有忘镜头了的。应该是还有拍一个。怎么样 ？OK。什么？妈妈，我在这里长头发了。妈妈怎样办？小明上身。小明，你看人看看啊，看看啊，看看是怎样的？来，那边下面，林小明，这个不是头发，这个是毛。是毛妹，胡须，胡须，这个是毛。我应该懂了。最后一个了。哦，我懂了。人生就像一种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，我们生得出来就是要懂得去珍惜，懂得要怎样去。这个难猜。早上啊，嘟嘟们，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这边啦。And then 你自己啊。对了，对，我给你猜多一个。OK， 给你猜多一个。OK， 说哈 ，video 每次开始的时候呢，就会来。爸爸，我们不要讲是谁，这些呢就由你们观众来猜到底这一位是谁了。Hello YouTube， 他的手要这样子，记得吧？要开车上。可爱的，嗯，自己去猜吧。嗯，他这样子的时候好像来要拜神的，好像那种以前的那种天雷铃地铃铃这样子的拜神了。风来看他怎样，应该会很突然哦。准备在下面 comment 跟他开战了。Anyway， 谢谢大家收看这个 video 啦，我希望你们 enjoy 这个 video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加多的话呢，你们就留言在下面按个赞，然后记得就是 share 这个 video 啦。最后还有什么要讲？不懂，我很兴奋的而已。没有。好了，当然到最后记得就是 subscribe， 还有啊 follow 本人的私人账号等等的。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哟，爱你。